愿主今天早上引导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可以归于你，赐给我们受教的耳，赐给我们打开的属灵眼睛，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在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哦，在清晨主日的一周的第一个一天，我在干嘛？打螺丝了。在一周的第一天的主日的清晨，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真的是满心的欢喜。大家走来的时候可能看到更多东西，但连我自己从楼上走下来，看到蓝天，看到大树，看到外面的这片草地，然后听到鸟叫声，哇，就觉得非常的喜悦。我们的天父所造的世界实在美好，包括你，包括我，是不是我们都是神很美好的创造？哦，同意哈，好不好？我们就跟你左右的人啊，前后的也可以啦，跟你左右或是前后，我们至少两个人跟他讲说，上帝把你造得真好。OK， 不要不好意思说、啊。上帝把你造得真好。上帝把你造得假死。上帝做你也美好。You are a wonderful creation of God。上帝造你真美好。同意了吗 ？Amen。Amen， 有信心了吗？好啦，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天父上帝奇妙的创造，好吗？也用他造我们这个美好的歌和，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愿意
笑容是浓雾消洒，没有一粒畏惧，没有叹息忧虑，心头顺服着主的怜悯。顺服着总比无忧记，心靠顺服，此外必无别路，若要得主的喜乐，唯有心靠顺服。再来唱一首诗歌，不管夜有多
看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招我们走的这条路，确实是一条蒙福的道路，也是一条有终点的道路，但确实这也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条窄路，找着的人不多，所以我们真的特别要再一次向神献上感谢，谢谢他拣选在座的你，拣选在座的我，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他，让我们可以走在这条蒙福的道路上面，好不好？我们再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我们说，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将我带到这条蒙福的道路，但我承认有很多的难处在我的前面，有很多的试探诱惑在对我招手，以至于我常常肉体的眼睛是打开，心灵的眼睛却是瞎的。我常常不愿意走你的这一条道路，好不好？我们这时候就有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将我们的难处，将我们的困难都带在神的面前。上帝的
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主要帮助我们的心里有属天的眼光，永恒的眼光，帮助我们的心里面有基督耶稣你自己。主，我们愿意当趁耶和华你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你，趁着你相近的时候我们来求告你。主耶稣，你的救恩就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可以继续走前面的道路，并且是属神的道路。我们献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早上好。好，我们开始前，我们先一样介绍我们今天有新来的朋友，我们可以彼此认识一下。这里有两位啊。OK， 一位是，我们先介绍一下来自台湾的一位前辈，张文豪，文豪弟兄，张文豪张弟兄。 OK， 他其实十年前好像有来过菲律宾了，这次又来，而且是来到打爆，我们欢迎他，这几个月在这边停留，有机会跟能够多认识彼此，我们这个做食品业的这一位，而且是英语非常有水准的一位弟兄，我们欢迎他。另外我们欢迎那个柯凯荣啊 ，Carol 啊 ，Carol 传道，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柯凯荣啊，事实上英文名字是 Carol， 他是中文很好的菲律宾人啊。他甚至几年前在台湾，去台湾学神学，所以他本身也是个传道人，现在在这个普航印的这个 Friend Church， 这个是他们的教会，我们欢迎凯荣，也是曾经在我们基中教书的一位老师，凯荣老师。好。好，那我们今天再次提醒大家这礼拜的我们的每日读经的这个进度，也就是你每日灵修，我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啊，箴言的第八章到十四章。我们上个礼拜教会有跟菲律宾真爱家庭协会办了这个牧工坊。我们也特别感谢主，那一天很顺利的结束，而且很平安，大家都完成他们这些孩子们的作业，我们感谢主，是其中特别有三个家庭，他们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有七位孩子，他们是也是第一次我们认识他的，我们特别为这些这个透过福音机构参加活动的这些家庭，我们盼望还有机会能够继续服侍他们，关心他们，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开始这个金本老师他所主讲的婚姻成长的课程，这个下半年我们进行的是第一季，有八堂的课程，每个礼拜天的下午就是我们下礼拜中午结束之后，我们继续用完晚餐，我们可以下午继续在那边学习，我们为这个课程祷告为我们每个家庭个人或者是已婚的在当中能够多得造就，晓得知道怎么样很重要的怎么样把圣经的话应用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了，应用在我们的亲子关系当中，这些课程的目的是这样我们为讲员也为参加的学员来祷告好，今天我们会后一样有准备一些茶点点心我们一样先暂时放在我们的小厨房，你那边有饮水，有厕所比较方便有大家可以会后可以留步然后我们今天在会后十一点半，我们有开这一季的服事同工会，所以你有担任这个主日服事崇拜的同工，全部能够留下来一起开会
那其他家人如果要等的话，我们今天的点心听说是好吃的糯米哈，有帮各位多准备一些，大家可以留下来先享用。嗯，好，好，我们报告到这里。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啊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好，有圣经的请预备你的圣经，我们打开啊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上次已经开始有一个开头啊，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是讲到一到十七节。嗯，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有来啊，可能你在家里有稍微先看过这个经文啊，或者是帮各位再复习一下，上个礼拜耶稣走路的时候遇到一个瞎子，而且是天生就是瞎子的看不见的人。耶稣这个正当别人在议论这个瞎子到底犯了什么罪的时候，耶稣说都不是，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于是就用这个唾沫用泥巴抹他的眼睛，将他去池子里面一洗，他的眼睛就能够看见了。那这件事情我们上次有提到，有造成很大的轰动，对吗？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所以他的邻居哦，还有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开始问，他们开始很难相信，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啊？于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就会提到，他们这个法利赛人还有犹太的领袖，他们继续要求证这件事情，因此把这个孩子的父母都叫来了哦。可能这个孩子可能刚满十三岁，成年没有多久吧，哦，这个所以好像还是需要他父母来证明一下，你这个孩子是不是从小就是生出来看不见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继续看十八节之后的，盼望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有三个主要的人物哈啊，一个是瞎子本身，这个是主角。另外还有瞎子生来瞎子的这个他的父母亲啊，另外还有这个所谓的犹太人啊，可能就是这个犹太公会里面的委员呐，有可能是法利赛人在问他们一些事情。盼望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学习，我们对耶稣的作为能够有一些正确的回应。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第九章十八节开始哈。今天透早要读约翰福音第九章啊，为十八节开始啊。好，十八节，请。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失明的，后来能够看见的。等他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够说。”他的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们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够看见了。”26，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二十九，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三十节，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OK， 剧情发展到现在，结果这个瞎子被他们撵出去了。我们来看到，先来看看犹太领袖，我们看看犹太领袖他们对这个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有什么反应呢？第十八节提到犹太人刚开始不信，对不对？这里说不信他以前是瞎眼，后来看见的，搞不好他以前只是视力不好，或者是后来发生什么意外，结果突然好了。这犹太人，犹太领袖特别要求证这件事情，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把他的父母都叫过来。第一个，这犹太人他们是听说的，很多人都是听说的，所以没有亲眼看见。而且从过去那么久的时间，包括你翻旧约也很少，应该说你找不到吧，你找不到有一个神迹是天生就瞎眼的突然可以看见的，没有一个先知做这样的事。所以那个犹太人他们这个听到这个事情这个难免就很难相信，那但是呢，那个本人他作证完了，这个生来瞎眼的自己说了，然后他的父母也作证了，他的邻居常常看到他的人都一起作证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我看这些犹太领袖他们不相信也得相信，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嘛，他们没有办法反对他们所做的见证，没有办法反对说这个人后来眼睛被治好了，对吗？他们这个没有办法反对，眼活生生的证据摆在眼前嘛。但是他们可以反对那个医治瞎眼的那个人，他没办法反对病人，可是他可以反对跑去帮助他的这个医生，就是所谓的耶稣，说他们认为这个耶稣是有问题的啦，这个医治瞎眼的这个人是有问题的，犹太领袖他们一开始选择不相信耶稣行的神迹，那到后来他们即使相信耶稣行的神迹，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是神所派来的，这就是他们选择不信的一个重点。你问他，那你们说嘛，耶稣是哪里来的？他们会告诉你，耶稣哪里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他应该是个罪人才对，就是这样。那他们不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连那个年轻人他就讲说，三十节，他开了我的眼睛，那个耶稣开了我的眼睛，你们既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是吗？你们应该知道一个罪人上帝不听他的祷告，对吗？而一个人神会听他祷告，而且会医治，实行医治的神迹在那个耶稣的身上，所以这个耶稣他一定是从神来的，你们怎么可以说耶稣是个罪人呢？这个是年轻人跟他们提出来的一个问题，结果犹太领袖他们一下子，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就有一个办法，就生气嘛，就骂人，然后就赶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这些犹太人、犹太领袖，他们反对耶稣，不是因为经过考证、经过思考、翻阅旧约圣经，弄出来的一个结果，他们是出于非理性的反对啊，为反对耶稣而反对，他们选择不相信，他们就是选择不相信。而他们选择不相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想一下嘛，他们会生气耶稣，对吗？他们对耶稣很生气，因为这个耶稣不尊重他们，不尊重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再来呢，他们嫉妒耶稣，啊，以前大家都来找我们祭司，找我们法利赛人，现在大家都跑去找耶稣，啊，所以越来越多人去找耶稣，就越来越少人找这个法利赛人，找这些祭司长，啊，他们又更糟糕的是，又想不到办法可以办耶稣，他们就更加的生气，哦。表面上，有时候你看到祭司长他们在开会，他们公会在开会的时候，他们会担心，哦，他们想说，我们为了要保护我们犹太民族，哦，不要这个而要去抓耶稣，因为如果耶稣的势力越来越大，大家要拥他做王的时候，这个罗马那边的方面听到之后，一定会派兵来镇压我们，我们就没有自己的，没有连自己的地方都没了，啊，所以看起来这些宗教领袖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啊，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其实他们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生命财产，还有他们的政治地位啦，他们的宗教地位，他们的社会地位。如果他们真的要服侍神，这些犹太领袖，他们如果真的是为了神的国度，他们会真的去好好去寻求这个耶稣到底是不是那个弥赛亚，而不是就是一味的反对。想一想，他们这些犹太领袖，他们的眼睛实在是瞎的了，是因为他们眼前的这个利益啊，把他们的眼睛给蒙蔽起来了。他们因这些人因着爱人的荣耀，就是这些犹太领袖，他们喜欢人给他们的尊荣，以至于呢，他们就不能够爱耶稣。而再来看看这个瞎子的这个父母，这个瞎子的父母，他们怎么回应这件事情呢？从20节到23节，我们看到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父母，他们被叫来这些工会委员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坦诚，对啦，我这个孩子的确是生来就已经看不见的，啊，不过这个孩子他现在怎么能够看见，是谁让他看见，我们就不太清楚了，我们不知道，你们自己问他嘛，问这个孩子。他们知道，可是却选择不说。对，他们说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好的，你想有可能吗？这个父母一看到这个孩子有这么大的转变，肯定早就问他了，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一天怎么样啊？那个人耶稣是怎么样，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肯定弄得清清楚楚，哦，肯定知道，只是他们不说。他们不说的原因是什么？22节，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怕犹太人，啊，就是怕这个祭司长，怕这些法利赛人，犹太的领袖，啊，怕怎么样呢？怕如果呢，我如果说出耶稣做的什么，啊，可能会惹上麻烦，因为他们已经听说了，这些宗教领袖有商量好了。在这个会堂里面，在我们犹太教当中，如果有人要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就把他赶出会堂去，哦，把他赶出会堂去。而这个赶出会堂是什么呢？这个会堂是以前旧约时代，他们原本以圣殿为他们的宗教中心，可是当他们被掳到外地巴比伦的期间，一般人认为开始就有发展出会堂的模式，哦，也就是大家分散在各地的时候，开始有建筑物，让人在里面读经、里面祷告，啊，或者是处理他们的这个有关教育的事啊，或者公共事务，都会在这个会堂里面举行，
所以这个会堂比我们现在想的这个教会的功能更多，跟他们的生活更有关系。如果有一天要被判要离开这个会堂，就是会被革除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名册里面的名字之后，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哦。所以赶出会堂，你不要以为赶出会堂只是说啊，这个接下来下个礼拜教会有聚会你不能够来哦。昨天晚上有办一个特别的讲座，你不能报名。他们昨天晚上有准备丰盛的晚餐，你不能够来吃。不是只是这个被赶出会堂，不是只是不能参与我们现在认为的教会的一些事务而已。在当时候，这个如果你被赶出会堂的意思就是，不就是不能够到会堂吗？所以安息日到了怎么办？犹太人他们注重安息日，肯定要到会堂。他这下不能到会堂去，他变成不守安息日的罪人，而且他也不能参加当时候犹太教的一些洁净礼。那不能够洁净，参加洁净礼，他就等于是一个污秽的人。所以大家要称为这些被赶出会堂的人，是这个有罪的这个有罪的人，不洁净的人，哦，就差不多跟这些不洁净的外邦人一样。所以他的家人，这被赶出会堂的家人，他们就不会去接近这个人，哦，怕会沾染不洁净，对不对？然后他所住的房子也会成为不洁净的房子，啊，亲戚朋友也不会去接近他家。那所以被赶出会堂的严重性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没有办法继续在犹太社区里面生活了，哦，他在社会上会留下一些污名，哦，他在生意场上他生意会不好做，哦，他在宗教上也没有这些享有该有的权利，他甚至不晓得，被革除会堂以后可不可以进到神的国度，他都不晓得。所以难怪他的父母因为怕这件事情而不敢要选择，这个把耶稣所做的事情照实的讲出来。他们选择人却不选择耶稣，哦，所以换句话说，他的父母不说耶稣做了什么，是因为他们怕得罪人。但想一想，他们说谎，他们不说实话，也不怕得罪神哦。他们可能在意这个，他可能会被赶出会堂这件事情，可他们没有去想一想，他没有去在意他们怎么样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我们换今天的话来讲，这个父母呢，他只爱教会，他不爱耶稣了。我们常听到某些人讲说，哇，这个某某人他很爱教会，什么事他都参与，常常来教会。但是就是有可能这个人不一定是爱耶稣的，他在这个宗教里面，他有可能他不在基督里面，哦，所以害怕被赶出会堂，却不害怕跟耶稣是远离的。今天，可能我们还是有很多，人是有一个盲点，停留在一个宗教的一个层面去看待，哦，我们特别有些人很看重，像如果领圣餐，他们觉得这个很重要，一定要来参加，好像吃了圣餐，他们里头会更加的蒙上帝的祝福。可是往往我们忽略掉，他可能需要每天在家里天天在意他有没有随时吃主喝主，随时就在家里面来思想主，对吗？有些人可能在意 我有没有教会的受洗名册有没有我的名字，可是他可能忽略掉一件事情，我的名字有没有记在天国里面，哦，我想，这个父母，这一对父母，他们没有这样一个单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而他们的孩子呢，我们来反观他的儿子，却有那样的一个单纯跟勇气，哦，来看看他的这个孩子，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后来选择
要为耶稣做见证，对吗？那生来瞎眼的，而请注意啊，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到目前为止，他甚至连耶稣的脸都没有看过，知道吗？到现在为止，因为当他眼睛张开之后，耶稣就不知道已经去哪里了。人家问他那个耶稣呢，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根本连看过耶稣的人都没有看过的时候，他就做一个决定，他要选择耶稣。哎，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信心呢。而我们见过耶稣，我们认识耶稣多久了？我们也很羡慕，能不能有他那样的一个单纯的信心？这个犹太人，这些犹太领袖告诉这个年轻人说：“你应该把荣耀归给神。”二十四节那边，他把这个年轻人叫来，他也不再跟他争辩了啊，到底有没有神迹？我不关心这个，他们也不关心这个。从前在黑暗里面，既然可以现在既然可以看见这个世上东西的这个瞎子，是多么的替他高兴。他们也不在乎这个，他们只在乎说，你就只要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罪人就对了。哦，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啊，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隐瞒呐，在神的面前不要隐瞒哦，你要老实说，你有什么你要照实话讲。哦，我们认为耶稣是个罪人，你觉得呢？你觉得他是不是？哦，这个犹太人他们盼望透过这种强迫的方式，哦，能够让这个年轻人乖乖的说出来。哦，对哦，你讲的这个耶稣，我其实也没看过，好像有点怪怪的哦。那他可能真的是一个罪人，哦，他不是什么好人。他们就是想让这个年轻人说这句话。可是感谢主，还好这个年轻人真的照他们所说的把荣耀归给神，他真的照实话说了，他看到什么他就说什么。人家问他， 你说耶稣是不是个罪人，他跟他们讲说，哎，这个年轻人很有智慧，他说耶稣是不是罪人我不晓得，不过有一件事情，至少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什么事情？第一个，我的眼睛过去看不见，现在能够看见，这是我知道的，我很确定的，哦，而且我知道是有一个人叫做耶稣开了我的眼睛，哦，那么如果耶稣能够开了我的眼睛，那一定是他是一个，上帝听祷告的人，哦，一定是一个 敬畏上帝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所以这个瞎子得到一个结论，哦，结论就是呢，耶稣一定是从神来的，要不然他什么也都不能够做，对吧？这个是年轻人真的照实话说。这个年轻人他其实也很有胆量啊，那么年轻，然后这些是公会的领袖，这些是宗教的领袖，说这个很有权力的，他敢说出事实，而且你看他应该没有在那里发抖不敢说，哦，他不怕得罪当时候有权力的这些人，他也不怕公会定罪他，他也不怕人家说他是耶稣的门徒，对不对？他也不怕会不会被赶出会堂。他这个年轻人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甚至不怕他的性命不保。哎，有没有可能这个年轻人不听话，还一直在那边传讲耶稣开了他的眼睛，耶稣开了眼睛，到处去讲，干脆把他杀掉算了，哦，我杀人灭口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有可能啊。以后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也是这个神迹引起很大的轰动，公会的人就商量干脆把拉撒路给杀掉就没事了。所以这个年轻人是真的有胆量，他照实说，而且敢说为主做见证。今天当我们遇见的耶稣，我们也认识的耶稣，而且都亲身经历到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做的改变，对吗？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坐在这里，我们今天才会坐到这里，是因为我们真的经历到耶稣。可是我们今天继续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这个我们是不是有继续
同样继续在追求耶稣，继续在更多的认识耶稣，以至于有一天你在生活当中突然发现有人质疑耶稣了，你能不能很清楚的跟别人介绍耶稣是谁？或者有一天当你的信仰又受到反对的时候，你能不能像这个生来瞎眼的有勇气去承认，我告诉你我所信的是什么，很多事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耶稣改变了我，所以耶稣真的是从神那里来，耶稣真的是住在我的里面的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对吧？你看这个年轻人，他是为了耶稣，他不在乎失去什么，他好像差不多是让你感觉到好像是豁出去的，他什么都不在乎，他甚至什么人也不在意，对吗？我们想一想，今天早上我们来想一想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犹太领袖，他们因为不愿意失去他们现在手头上面的利益、地位、名声，所以他们选择不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是神差来的。那我们呢？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也同样因为我们舍不得失去我们手上所拥有的，不想失去世上所拥有的这些这个产业而否认耶稣呢？有没有可能我们不想要失去我们手上我们的这个地位、我们的名声，不想失去我们的人际关系啦，不想失去我们的财产啦，不想失去我们的生意啦，有没有可能不想失去我们最近迷上的娱乐而我们否认耶稣呢？而否认耶稣他所说的话是要遵守的呢？有没有可能我们为了要选金跟银而不选那个智慧的源头，不选耶稣？我们如果在国外可能还感觉到不到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会牵连到他的工作，牵连到他的前途啊。那如果你我们现在是在国内，如果你是共产党员，如果你又是公务员，你就知道要不要信耶稣要好好考虑哦。因为当你一旦决定要信了耶稣之后，你会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听说现在也是学校老师会叫你填你宗教栏，你是什么信仰，如果你要填基督教，老师会来关照你，老师会常常来找你，跟你聊一聊，对吗？我们这几年以前有好几年都会有中国来的一些中文老师、志愿老师到海外，国家派他们来到华校教中文，他们也会有顾忌啊。以前每个礼拜我们会去学校教这些中文老师教圣经，那也是学校规定，因为所有的老师都要崇拜嘛，那这些国内来的老师也一样，可是他们不得不来。可是当你要邀请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有些老师他们就真的很忌讳，他们就不碰政治、不碰宗教，但有些老师你看他就不在乎，他就是会来，我们想到对犹太领袖来说，他们可能更在意是他们的副业，你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不欢迎耶稣来，为什么不欢迎耶稣来到圣殿？因为当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他赶走那些兑换银钱的，赶走那些卖牲畜的，准备要给人家去献祭的这些摊位的摊商，那赶走了之后，这生意就别做了，而这些摊商可能往往跟当时候的宗教领袖都有一些关联，有一些牵连的，所以我们佩服当我们信耶稣之后，为了遵守耶稣的话的命令，为了要耶稣，所以他们宁愿舍弃一些神不喜悦的东西，有些生意是不能做的，有些钱是不能赚的，他们愿意为了这个而放下来。这可以看出来我们是不是这个在意
像这个犹太领袖一样，在意这世上所拥有的，而却不在意会不会失去耶稣。有人在意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这个前途，有人在意的是他们跟人的关系，害怕失去，所以不敢选耶稣，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这个年轻人的父母，他们会因为害怕这个被社会拒绝、被亲友拒绝而选择不说耶稣做了什么。今天有没有可能我们也会因为害怕被人拒绝，害怕我们跟亲友远离而我们选择我们不说耶稣所做的？也就是说，我们谈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语带保留啦，或者是我们不太习惯公开承认这个耶稣你说在家可以承认，我在家可以歇饭祷告，但是到外面去要吃饭了，就祷告就不太就可以省略掉了在教会里我们碰到弟兄姐妹说平安，感谢主，赞美主，聊几句都会穿插这些教会的话语。可是一到外面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们好像会自动转一个频道，那些字眼就不会再出现反正跟什么人在一起我们就讲什么话，甚至有的时候那些粗话搞不好连脏话都讲出来了所以会不会是我们真的是太在意人，而却没有在乎我们有机会可以向人传讲耶稣那我的意思不是要各位待会回去把你的手机打开那群组里面只要有群组的，你每天就传圣经给他们，每天就传耶稣给他们倒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每天在那边讲耶稣，而更重要的是其实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要每天活出基督了。我们不是传一个宗教，其实乃是传一个生命，而那个生命就活生生的应该在我们的身上才对这个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方式所以有的时候倒不是用说的，而是让人看见，那就是一种见证。来，我们回到这个年轻人的身上，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他能够说而且敢说？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不害怕失去什么？你有没有想到他这个人有可能他本来就一无所有，以至于他信了耶稣之后他也不在乎他会失去什么？大家记得这个人看不见，坐在路旁每天在那边讨饭，就是我们讲的乞丐吧，对不对？有人认为这个人他生来就瞎眼，我们上次不是提到吗？普遍的社会就认为一定是他犯的罪，要不然就是他父母犯的罪，反正这个人就是罪人就对了。所以有人认为这个生来是罪人的人，他可能从来没有去过会堂，因为污秽的人而特别像那是讨饭的，他身上可能味道也不是很好，他大概 不太有机会进到会堂去，也有可能。也就是为什么他父母人家来公会来审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很聪明，我不讲免得我会被赶出会堂可是我儿子你们问他反正他从来也没有去过会堂，他也不用没有什么会被赶出会堂的问题他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想一想，如果这个瞎子他不怕被赶出会堂，然后他这个瞎子他也不在乎，他可能后来有工作，结果因为得罪了法利赛人失去了工作，他也不在乎，我本来就是讨饭的嘛，我顶多我再回去讨饭就好，对吗？是吗？如果有一天他被弄到整个社会被社会都孤立他，他也不会在意，大家都不接纳他，也不在意。你要知道他可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活在黑暗当中的，是被社会所遗弃的，放在角落的那一个人。而今天有一个人叫做耶稣遇见了他，而且触摸了他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了，
他的里头开始有得着满足跟喜乐，以至于他得到那一个上好的之后，他根本不会去在意羡慕这世上人们所有的。但愿我们今天我们遇见了耶稣，耶稣遇见了我们，也触摸了我们之后，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改变，就像这个瞎子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也可以从此被打开来。我们以前看不到的，现在可以看得到。我们从此可以看见，原来眼前的这位耶稣啊，是多么的伟大。原来我过去我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所紧紧追求的，握在手中的那些东西，其实不是真正有价值的，都是暂时的，哦，都是虚浮的，哦，所有的世上的名啊、利啦、地位、权势，这些就像保罗所说的，都像粪土一样。有可能我们会看见这个事实，弟兄姐妹，你的眼睛打开了没？当你遇见耶稣之后，你看懂什么是有价值的吗？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有可能我们过去所珍惜的那些放不掉的，就是没有价值，而我们真的有价值的，就是我们看见眼前的耶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圣经说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里面。有一天如果我们真的得着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一切的，不是吗？你的眼睛被打开了吗？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眼睛是不是真的完全的被打开？至少有没有越来越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过去看耶稣看得模模糊糊的，到底耶稣是谁，在哪里啊？该不会跟那个瞎子讲说我不知道，哎，耶稣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应该知道耶稣在哪里，我们现在应该知道耶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甚至到一个地步，如果今天有人要你的命，你愿意为了耶稣的缘故命都可以上吊吗？像保罗一样，像历代许许多多忠心侍奉主的这些历代的圣徒一样，对吗？他们不怕丧失生命，因为当他们离开地上的时候，他们就进入永恒。当他们上吊，这个他们被这个年轻人被宗教人士赶出去之后，接着我们下个礼拜会提到，这个人就进入到耶稣的怀抱里面了。所以他们不在乎，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当我们有一天能够看得懂，我们就可以别无所爱。真的，当我们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放下来，我们就可以一无所惧，就怕我们手上有太多我们舍不得的，以至于我们很多的害怕、担忧在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操练过简朴的生活，对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是好的。我们可以富有，但是我们可以过得简朴。我们没有太多的残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害怕，因为你没有什么可以害怕失去的嘛。你知道神赐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那就够了，哦。而当我们看见耶稣，我们要愿意去诉说耶稣，去见证耶稣，而且像这个生来瞎眼的，他是勇敢的见证耶稣。而且我要说，很多时候我们去见证耶稣不一定是用嘴巴说的，有好多人他们见证耶稣是用他们的命去见证他们的主，有一句话提到说，为了得到那个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个人一点也不傻，什么叫是不会失去的？各位，什么叫不会失去的？永恒的是属灵的是我们的耶稣是不会失去的，将来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是不会失去的，我们里头的喜乐跟平安，我们的信心是不会失去的。那请问一下，什么是不能够保有的？今天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是我们不能够
保持到永远的。我们手上的财物，我们在地上的名声，哦，我们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职务，你是做什么？你是当什么的？可能这个将来都不会保有的，对吗？你在社会上的一些成就，你存款里面有多少？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不能够保有的，所以才有这句话。而这句话说的人是一位美国的一个年轻的宣教士，哦，我们叫他这个吉姆好了哈，哦。这个吉姆，他当年在1956年的时候，跟五个年轻人，他们很多是大学毕业、刚毕业、年轻、有各样的专长的人，有的会开飞机，他们一个团队，年纪轻轻的到当时候的1956年的南美洲的厄瓜多的一个少数一个民族哈，叫做奥卡族，啊，而奥卡族是出了名的残忍，啊，会杀人的哈，我不知道会不会吃人，反正会杀人，很野蛮的民族，从来没有人敢进去他们的部落，而这几个年轻人，他们为了要传福音，就进到他们当中，而在这个那一年，他们被这个奥卡族的人杀害，五个人全部在同一天丧失他们的生命。其中一个这个带头的吉姆，他在生前的时候讲了这句话、哦，为了得到那不能失去的而付出那个不能够保有的，这个人一点也不傻。这些年轻人他们愿意失去所有的，愿意失去他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能够得到永不失去的那个冠冕，哦，人家当时报纸出来很多的评论，有的人为他们觉得很悲哀悲伤，觉得很叹息，有的人甚至有点怪他们太鲁莽了，哦，明明知道那个地方危险白白去送命， 有各样的话传出来。可是我们今天知道这些人一点都不傻，今天的奥卡族在他们之后开始有人信主，哦，甚至其中有一个奥卡族的牧师，就是当年杀害这个年轻人的其中一位，后来成为那个族的牧师。他们这五个年轻人的牺牲很特别，哦，我们常常会注意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们有带枪去的，他们带枪是为了以防万一，要防护自己的时候需要用的时候拿出来。可是当这个有见证人看见他们要被射杀的时候，他们把枪举起来，他们却没有去射杀那个 那里的族人，哦，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可是这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奥卡族的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不能够杀他们，哦。后来有记者问这个吉姆的太太，哦，说你的丈夫的生命是不是白白浪费了？他们去那里都还没有跟那些人传到福音，都还没有正式讲到话，他们就牺牲了。人家这样说是不是浪费了？他的太太很生气，哦，他就觉得怎么会说浪费呢？我的丈夫从小就准备要去成就完成这样的事情，哦，如今他只是实现他的梦想，去到这个民族当中宣教。你知道后来吉姆的太太在之后重新带着她的一个女儿进到奥卡族的部落里面，继续完成她丈夫还没有做完的工作。有人问她，你们为什么要再回来？后来他们知道他们来的目的之后，那些族人问他们为什么要回来，他说，他太太说， 我们是想要告诉你，有一位上帝的儿子，他被杀却没有报仇，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付出，以至于后来整个他们这个奥卡族得救。而且在他们这五个丧失生命之后，整个美国的社会起了一个很大的复兴的浪潮，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要出来做宣教士，要踏上他们的脚步。你说他们的牺牲有没有白白浪费掉？你说他们失去他们的生命为主做那个做的见证，是不是很傻？还是他们将来是天国的英雄，是上帝所纪念的呢？
为了得到那不会失去的，我们愿不愿意付出那个根本不能永远保有的？但愿我们做一个属灵的聪明人，但愿我们的眼睛今天早上再次的被主打开。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主。圣灵，求你继续来光照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承认我们是看不清楚的，我们承认我们看见却看不懂。但愿你今天早上再次的把感动生来瞎眼年轻人的心也放在我们的里面，把感动这些殉道的宣教士的勇气也赐给我们，叫我们以我们的口来传扬耶稣，以我们的生命来见证耶稣。起来唱这首诗歌，牵我心宝贵世上的虚荣，今生的骄傲高举自我，今生为耶稣将万事丢弃，牵我心宝贵今作有损，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主你是我一切，我喜乐我的公义，主我深爱你。我们一起起立再唱第一节，牵我心宝贵世上的虚荣，今生的骄傲高举自我，敬畏主耶稣将万事丢弃，牵我心宝贵今作有损，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主你是我一切，我喜乐我的公义，主我深爱你，敬我心渴慕，敬我心渴慕为人是耶稣，属于主基督在他里面，那不能转去无比的救恩，凭着他宝血得以成义，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主你是我一切，我喜乐我的公义，主我深爱你。主我深爱你，我们开口求圣灵来光照我们里头，到今天为止有什么握在我们手上不愿意放下来，不愿意让神使用的，有没有什么我们的骄傲，有没有什么我们的面子，我们有没有什么虚荣，有没有什么我们所爱慕的，
蒙蔽了我们看不见那最宝贵的耶稣，甚至我们的宗教都有可能蒙蔽我们直接来到耶稣的面前，以至于我们以为我们有尽宗教的义务，我们应该就能够上天堂，应该可以得主的赏赐。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明，叫我们认识所有信耶稣的都有耶稣在我们的里头，并且是我们的唯一，我们的至宝。我们开口为自己来祷告，圣灵继续来向我们说话，使我们可以打开，完全被你来开启。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晓得在地，却晓得知道怎么不属于这个地上。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我们所看见的不能不说，我们所到的不能不给。主啊，当我们所认识的，不能够不见证。求主你来帮助，耶稣继续来感动我们，谢谢主，耶稣，谢谢你。主，我们所看见的，我们不能够不说。主啊，今天我们所得着的这一切，我们不得不给出去，不得不放下来。主啊，今天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我们不得不去在各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真的求主继续帮助我们，不只是我们嘴唇承认你敬拜你，主，我们也是用生命来侍奉你，将我们自己完全的归给主，晓得只要知道怎么样为主而活，晓得知道怎么样来真爱看重耶稣，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胜过这一切。谢谢主，听我们今天众儿女在你面前的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还有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好，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可以彼此问候。今天聚会到这里，请坐。